怎么在这边写作业呀？你怎么不在家里写？因为家里弟弟特别吵呀。那你是放学之后直接过来吗？对，爸爸会开车去学校门口接我。现在是冬天嘛，特别冷，然后他要站5个多小时。有的时候我写完了作业，会去陪他站站岗，然后聊聊天。那你在外面这么冷的天站着，不觉得冷吗？不冷，因为跟爸爸聊天一点都不冷。你怎么不一起吃这边的呀？我回家就吃，我家里好多菜，不浪费。那为什么让他先吃呢？我们10点钟回家呀，小孩子肚子饿呀。我觉得爸爸他很爱我，他每次家里做的肉，他都塞给我吃，他说他咬不动。其实我知道他是咬得动的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